各位朋友，大家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那非常感谢所有朋友在接下来礼拜六、礼拜天收看我们今天哦当冲交易的一个操作教学。为什么特别在提到当冲？因为很多朋友问到，就是说第一个啊，台北股市最主要的哈，我先举在今年，来各位请看这里哈，这是在三月中旬啊，好，那当时呢我们在研究报告上面。特别把川普的一段话，那么跟会员做分享，就是说川普说，市场哦，他会照顾 take care itself， 就是说市场也照顾伊家己啦。啊，道琼呢就安尼呢瞬间呢暴跌3000点，跌到18000点。那台股呢，台股当时跌到8500点，然后呢，川普说。有什么好烦恼的，市场他会照顾他自己啊，所以我的想法就是，那我们操作者也要照顾他你自己啊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我举礼拜四啦，各位您在收看节目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嘛，礼拜四来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叫做 PSY 指标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正五十做空，零轴要平，正五十空，零轴要平嘛。那礼拜四呢，等了个半天也都还没有到啦，最高来到49。最高到49，也没有到49，最高点哦，那就等啊，正五十就空它，啊负五十就多，这是个指标，就是我提供给我们会员面对指数的操作。好，那很多朋友在做股票买卖，那又怕股市不知道会不会跌，对不对？那想说，那我们有一个方式，能不能帮市场贡献一点交易量？可是呢，不能输啊，要赢啊。我举个例子哈，一定赢。你说真的都是赢吗？举例哈，来各位看这里，我稍待做教学说明哈。好，我们看几档股票，这是礼拜四哦，礼拜四的即时价格哈。比方说细微、乔山、翼龙电、丰翔、利基、和勤、原相，是不是总共七档？这有七档股票，怎么做都赢。这是4月30号的报价，来各位请看，4月30，我稍待举28号，我们把每一天呐、反正每一档股票都能做，可是你要做对哦。举例哈，我们看原相好了，好，从原相开始，你说当冲吗？对啊，当冲啊。然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会赢哈？来，这是28号、29号。30号，好，今天哈，这支股票先卖再买，一定赢。好，再看第二档，好，这个叫合情控股，对不对？这档个股呢会输，你说那就成功率50%，你要看完嘛。合情呢，先买再卖还输，好，一胜一负。好，再来利基，先买再卖赢，2胜1负。丰翔先买。再卖赢，3胜1负。翼龙电先买再卖赢，4胜1负。乔山先买再卖共赢，5胜1负。细微理论上会赢啊，除非你没有走了。先卖再买赢，总共七档股票刚输一支，赢六支。你讲咩？你要用快，对啊，所以跟各位报告哈，来第一个，记住哈，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教学单元里面是不是提到，我们举了奥巴马跟巴菲特的对话嘛？他就说，奥巴马问巴菲特怎么做一定赢，证券投资怎么做一定赢，巴菲特回答多头做多，空头做空。然后呢，奥巴马又问巴菲特，那我做当冲怎么做一定要赢？巴菲特的回答还是多头做多，空头做空。好，那我当冲哎，好，一样哈，我们来看哈，当冲呢最主要哈，来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把礼拜四，这礼拜四因为没有礼拜五嘛哈，礼拜五大家放假嘛，好，来，当冲呢只有三个条件，符合这个三个条件，那你就做哈。第一个叫个股选择，第二个叫量能观察，第三个进场判定，就是说。第一个，你先选择个股。那台北股市这么多股票，对不对？那我该怎么选呢？好，我举例哈，我举4月28号当天，
来，各位请看哈，我讲的是个股选择哈，来，各位请看哈，可不可以把这一块放大就可以了哈？来，里面都有内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是照来，我举例哈，大家都有个手机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嘛，那手机不管是券商的版本，你只要在哪一个券商开户，你问你的营业员，他会教你就下载该券商的看盘软体，不用钱，然后上面一定有即时新闻，每一家哦，你日盛就用日盛的，元大就用元大的 ，OK， 元富用元富的，华南永昌用华南永昌的，然后一定有即时新闻嘛，或者是你 Google App 下载，随便下载一个看盘软体，它就有新闻啊。举例，我们现在看我们电视公司提供的这个也会有即时新闻啊，好吧？即时新闻我要举例，要随便举例，哒哒哒哒，这怎么没有股票呢？好来哦，台船，这是不是有利多利多了？好，你就看即时新闻，你就看即时新闻，只要有利多的你就做，你有一定赢吗？你的做法对就一定赢了，做法错肯定输啊，这样 OK 吧？个股选择，首先你是不是要有标的？那我是要怎么选股票啊？很简单嘛，好，举例哈，这是4月28号早上，是不是一开盘哦？这一开盘，开盘前啊，9点钟才开盘呢，8点24分还没开盘嘛哈，8点24分他说哦，利基晶片订单大涌入，对不对？好，就一档了，所以你开盘前哈，是不是就利基了？再来第二档。合情，对不？哇，合情抢宅经济商机，你说啊，这大是真的啊 ？gay， 你不要管它真的假的。你说万一错呢？个股选择，只要有大利多的，当天开盘前发布的，好，你就把它抓出来。有利基，是不是有合情？啊，接下来再来那一通的简讯，一定是原相。哇，这任天堂游戏 Switch 对不对啊？这原相又没不得了了，好啊，就原相啊，是不是一档、两档、三档啊？所以等一下开盘，你是不是做这三档股票？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一档叫做这个叫做什么？啊，我也忘记，这个叫利基。好，我们就一档一档来看。来，各位请看，这是不是利基？那我怎么做呢？好，即刚4月27，即刚4月28嘛，对吧？这天是不是27号？这天是28号嘛？好，所以我开盘前已经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一档叫利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怎么去做？正确的价格做进场。好，所以我往前看。拜托你不要看床面，只要看一天就好了哈。你只做当冲哎，你是做当冲的，所以你只要看一天就好了。你看3天干什么？看一天哈。所以你要往前看前一个交易日，前一个交易日最高点叫179.5，最低点叫169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是前一天的最高，前一天的最低，最高加最低除以2是多少？叫174.2。有没有错啦？没有错嘛，好，就记住哈。来，第一个，它只要我们刚刚讲哈，多头做多，空头做空。那什么叫多头？什么叫多头？多头就是说，隔天28号又有利多、哦。如果股价在174.2以下呢，那就不叫多头啊，那就代表它转弱了嘛。那你如果是个多方，又有利多的题材，你理论上你的股价是不是应该在174.2之上？好，所以好，开盘是不是来到这里开往下跌？你是在这里做买进 buy 哦，你在这里买，收盘啊，盘中最高179.5，收176，当冲进场买进卖出，输还是赢？赢，是不是赢一档？不是，安心，你要一支啊啦。好，去看第二档股票好吗？好，看完利基，我们看第二档股票是不是叫合情控股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吧？好，来，合情控股，好，一样，这是28号，这27号嘛，往前看，看一天就好。好，即刚27号，因为我是做28号嘛。好，最高点多少？14.3嘛，
最低点呢 14.05 嘛，所以呢一样回过头来，哎，多头要做多嘛，空头爱半空嘛。那什么是多头？就是说好，最高 14.3 最低 14.05， 你如果在 14.15 以下叫多头还是空头，那就代表弱啊。那要多呢，那你是不是应该在 14.15 以上就叫多？如果是多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就做多？好，所以呢，好，所以在 14.15 到 14.2 这里是不是做买进？最高点 14.5 收盘 14 close， 收盘 14.45 这里买这里卖啊。请问第二档股票合情当冲，买 14.2 卖 14.45， 输还是赢？赢。我都没有挑的啊，我就完全就是有什么有新闻我就做哪一档，没见。好，这第二档是不是赢？好，我们看第三档股票。好，第三档股票叫原相，对不对？好，原相一样哦，往前看，往前看。好，最高点叫179，最低点叫172嘛，所以这里画一条线，是不是应该叫 175.5？ 没有错吧？好，一样。多头是不是应该做多？空头做空嘛？好，我们来看原相4月28号，这里是不是在 175.5 之上？我没讲对不起。好，开盘是不是开在这里？我是不是在这里做买进？收盘收在这里，所以这个股票输完呀，输啊。你不是输，不然你有保证100%的吗？好，到目前为止是不是3战2胜？第一个先个股选择，然后再来要看交易量，就是说量能有没有变化。我举例怎么看交易量？好，我举例你看前一天的交易量，假设啦，像这种200-300的，你就可以剔除不做，好不好？因为交易量太低，那你怎么做？你还有那个100张的啊，你知道基本要当冲，好，所以尽可能最起码交易量也要2000张以上嘛。我说前一天呐，好，再来如果当天一开盘交易量异常暴增，那一档就不要做了，绝对不能做。黑左为红线就管了，成功率又低，好不好？就是说原本的交易量一天只有10000张好了，假设可今天一开盘3000、2000、3000，黑白走了，黑几股票挑起的几率就大了，因为他已经告诉你我今天会爆量了，像这种股票就不能做。OK 哈，大涨也是一样哦，大涨也不能做哈。就说第一个量能不能失控的，好，接下来是每一档都做好。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有利基、有合情、有原相，对不对？你说那这样还好啊，3战2胜嘛。好，我们就继续看，看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二个啊，各位请看哈，你说。可是我早上睡过头了，对不对？我大概都9:30-10:00才起床，怎么办？那一样啊，就把你的手机打开啊。你几点起来就几点把手机啊拍开，安尼敢无够简单？啊，无是要安怎？好，打开了，好，10:08，我现在讲的都照牌的每一笔哦。10:08一定是风翔，没有错吧？好，再来下一笔一定是10:11。对吧？叫做翼龙店，然后接下来10:16，这里一定不没有其他的啦，我就照手机截图的，这样 OK 吧？这样讲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啊，10:11到11:16中间都没有发新闻，10:16发了一通，是不是叫细微？啊，过来再往上，是不是叫乔山？好，是不是又有四档股票让你做了？你是不是早上开盘已经有三档了？开盘前。那你万一是开盘后你才去看新闻的，那也没关系啊。那一看有四档股票，哪四档？风翔、翼龙电、细微、乔山，好，这四档啊。请问该怎么做？来，这是不是叫风翔？这一档还是又赢，4战3胜。这一档为什么会赢？我们进一段广告后持续帮各位做说明。疫情期间，安分守己，按部就班，勤洗手，外出戴口罩，避免群聚感染。买便当要微波加热。PSY 祝福你，
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就加入固德投顾，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。立即拨打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疫情期间，安分守己，按部就班，勤洗手，外出戴口罩，避免群聚感染。买便当要微波加热。PSY 祝福你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一样哈，我就随便举例了，我奇怪找不到股票。好了，啊，4月30号10:42分，这是什么？亚德克，对不对？那亚德克怎么做？来，注意看哈，每一笔每一档，你记住，只要有新闻的就做。安内在里面，安我跟他好，亚德克，好，我把它放大，不要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好。这个是不是4月29号？这是今天嘛？这预告嘛？这今天预嘛？你不管你什么股票弄它，只要有新闻你就做。那怎么做？好，先看前一天，这是最高，这是最低，最高在这里，最低在这里。用眼睛看，你知道大概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隔天开盘是不是直接就到这里了？那就买进啊，那就买进啊。然后呢，是不是来到这里？啊，不是输还是赢？当冲不是又赢？啊，这里。因为这个掉下来，这刚卖出啊，先卖再回补，当冲不是赢，不是怎么做都赢。你说啊，好，来看这里，好，我们刚刚讲到风翔，对不对？再讲一次，哎，很快哈、哦，开盘前你就看新闻，这样还不够简单。新闻他告诉你，你也不要预设立场，他就写利基啊，你就做利基；他说合情啊，就做合情。你要找利多的哦，你要找利多的，你不要找利空的，通通只找利多的哈。有只要有发布利多的原像，那你是不是一开盘做这三档？怎么做？最高最低中间就买，收啊不就赢利基？最高最低中间啊不就买，收卖赢。最高最低是不是中间就买，收啊，这个输好，所以三战两胜没有错吧？接下来你说，那我盘中我要继续做怎么办？那你就把新闻打开，丰翔、益隆电、细微、乔山，是不是又四档了？你做不完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来，就这么做。好了，第一个，这是个下跌，这是个下跌。它是从这里开始是往上，这天跟这天它是上涨的，没有错吧？好，这天是27号，这天是28号嘛，所以它28号开盘是出现跳空，叫跳空缺口吧？呜，因为它是由下往上，请问第几次跳空？第一次跳空，第一次叫逃逸缺口，所以怎么办？你就买进啦、啊。那叫多方逃逸，就是我多头我被绕跑啊，我不让你买了，它才会出现缺口。好，所以呢，什么风险？那买进，那你随便看，你知道收在这边，输还是赢？当冲赢，什么四战三胜啊？在第五档，什么益隆电？好，你往前看，这是不是最高？这是不是最低？最高最低，这里画一条线，是不是在这里？多头市场做多，空头市场做空，所以益隆电这里怎么办？买进，收这里，输还是赢？当冲哦，赢。啊，吉刚呢？吉刚一点赢，这里叫最高，这里叫最低，最高最低一半一定在这里。这一天开盘先卖再买，当冲赢不赢？赢。
你打刚龙赢，你是没拿输，五战四胜，好，第六档，乔山，好，又来了，这是不是个下跌？然后从这里开始是不是个上涨？好，上涨过程这第几次缺口？第一次，好，第一次缺口由下往上出现，第一次叫逃逸，由上往下第一次叫由下往上的第一次叫多头逃逸，上往下的第一次叫空方逃逸。不赶快，空方逃逸是已被再见了，多方逃逸是我要起账了。好，既然是第一次的逃逸缺口，是不是就买进？啊，买进收这里，输还是赢？赢，六战五胜。好，再来第七档。好，细微一样，我们换个方式，这个是不是 K 棒？那我们可不可以一样？好，纵使不换 K 棒，我把昨天的走势抓出来，那不是一样吗？好，最高这里，最低这里，那不是应该在这里画一条线，对不对啦？这里最低594嘛，最高621嘛，所以均价落在这里嘛。好，隔天，这里之上叫做什么？叫做多头做多嘛。好，所以呢，它站上去了，那我就买，我不然买这里，或者是买这里都 OK 啦。理论上会买这里，因为你不是开盘前看到新闻的嘛？你看到新闻已经十点了嘛？所以你底下买，买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紧，你敢买，收盘收对，收价输完赢，赢，还不打平赢，七战六胜。那请问你当中能不能做？可以啊，怎么做一样哈？来，再回过来看今天的研究报告。礼拜四我会贴在Telegram 上面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是礼拜六，礼拜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好，教各位怎么做当冲交易。股空一般哈，当冲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多头做多，一种叫空头做空。那我们刚刚讲的叫做多头做多，就是我先买再卖。OK 哈，好，举例哈，记住三个架构：一，兄弟齐心，同心齐力断金，对不对？要符合三个条件。好，第一个条件，个股选择，个股怎么选？就交给即时新闻，这样可以不可以？你不要跟股票啦，你就交给即时新闻。即时新闻哪一档股票告诉你有利多，那你就做；没有告诉你的就不要做。啊，你听好没啦？你说真的吗？真的啦，你卖过假稿啊？你就交给即时新闻，这样有没有公平？我挑的，你会说你自己拣的，我不挑。我就跟你讲，不需要挑嘛，我就随便乱举哈、哦，啊，乱跳，哇、哦，停，好、哦、停，看看有没有，没有，哎呀，啊停，个无股票，这奇怪嘞。好、哦，万红，啊、哦、有没有万红？9:58，好，2337。你就看，好，万红对不对？给它吸出来，好，那就买进，啊 ，OK 吧？然后收盘卖出，赢就赢，输就输，就这样子。这是你直接跳空缺口，啊，所以就买进 ，OK。但理论上哈，记住哈，不能爆量哈，爆量这档股票就不要做了。哎，给你，如果爆出巨量的股票就要避开 ，OK 哈。多头先买再卖的范围里面，不买爆巨量的股票。千万不要买哈！当然，第一个个股选择，第二个量能不能太低，就是说一两百张的就不要做。所以 minimum 最低标准，你前一个交易日你观察它的交易量总要有2000张吧？未达2000张的股票就不要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瞧不起它，几间公司交易量连个2000张一整天呢都没有，那你去做它干什么？就瞧不起这种标的股。我跟你讲的是真的，当我们投资人每个人都瞧不起他，那未来他自然而然他交易量就增加了，就好像是证券投资，亏损的公司就看都不要看他，根本不该投资，那交出财务报表负，是什么烂公司？做几年没赚钱，而且公司你刚上市上柜，请问是上市什么意思的？对不对？所以当所有的投资人要求上市柜公司你一定要赚钱，这些老板才会紧张啦，啊，不然哦，印股票换钞票，也不在乎本业的一个发展，所以原本投资人就要给市场，第一个交易量太低的我不做，你没有2000张的不做，第二个，你竟然
财务报表是负的，这种个股你看都不要看它，干脆直接把它剔除，眼不见为净，你就不会受伤了。好，当冲的部分，第二个叫量能观察，第三个进场判定。进场怎么判定呢？好，一样哈，各位可以观察我们礼拜四的研究报告，前一个交易日最高点、最低点、中间点，前一个交易日最高点、最低点、中间点，然后多头，如果是多头，记住哈，就叫先买再卖，那万一是空头嘛，那就先卖再买啊。所以呢，好，我们来看哈，一个叫盘前。进场判定分成盘前以及盘中 ，OK 哈，不管你是盘前看到新闻的，或盘中及时看到的，那你就做。记住，只要在中间值之上的，或者是由下往上出现第一次缺口的，那个直接都可以站在多方正向。然后最后你就去看嘛，看什么？什么叫科学？什么叫专业？科学专业就是我去统计我的每一笔交易嘛。那总共7战6胜，那如果说啊，欢迎各位持续，不要走开，我们持续在下个单元帮各位做简报。疫情期间，安分守己，按部就班，勤洗手，外出戴口罩，避免群聚感染，买便当要微波加热。PSY 祝福你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就加入固德投顾，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。立即拨打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疫情期间，安分守己，按部就班，勤洗手，外出戴口罩，避免群聚感染。买便当要微波加热。PSY 祝福你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里面有做了所谓的当冲交易的教学啦。那面对过去这个礼拜包括未来一周到底该怎么做，我现在讲我的部分哦，特别是所有的会员哦，还是一样哦。第一个，完全照着 PSY 做，每一笔都做，不要怕，因为台股从8500点涨到已经几乎1万1了，那怎么办？没有什么怎么办呢、啊？正50B 这个点就是空，负50B 这个点就是多，零轴平仓，零轴平仓，每个礼拜都要赢，每个月都要大胜，每一笔都做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举例哈，一样好，所有朋友，电脑版的就做电脑版。手机版的做手机版，你就把你的手机拿出来。因为第一个，电脑版的我你另外申办电脑版的，那你的电脑你可以有早盘、有下午、有晚上、有凌晨嘛，它是整个接续在一起哦。那手机版是只有早盘，但是你就一根手指头，你就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点了之后就点选 PSY， 点选 PSY 之后，记住哈，正五十做空，负五十做多。零轴就可以走了，每一笔都要做好。举例，这里叫正五十，这里叫零，这里叫负五十，这里叫正五十，这里叫零，底下叫负五十，这里叫正五十，这里叫零，这里叫负五十。你说今天没有进场点，你说为什么没有啊？你就点啊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包括每一笔，我再讲一遍哦，所有的会员，每一笔我都有带你进场，每一笔没有带你进场的，我不会跟你讲有，
哎，怎么点不到？点这里，那拿来这里。今天 PSI 最高49，啊，都阿伯甲正50，无是管哪有法度啦。今天都五嘛，这个就正50嘛，这个就正50嘛，这里零嘛。哎，你看他这样子就快100点嘞，你最少赢了90点嘞，啊，你都高十点嘛。啊，这边是不是加正50？有没有加零？啊，是不是在这里？这叫零。哦，这一笔会输几点？应该是大概6点左右。这笔正50康零走平，这笔得输啦。我讲一摆吼，但是你输不了啦，你最多就出个10点，好不好？来，因为你是控在正50，然后它一定会回到零，我保证它回到零。我已经讲过，它不回到零，我赔你100倍，不可能的事。所以你就50做多零走平，我没有能力保证每一笔都会赢，可是最起码我可以保证它会回到这个零走。它既然会回到零，我怎么有可能在这里做多？那我不是头脑坏掉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我在这里做空，那我直接创下面，所以这里叫空，这里叫平，这里要多，这里要平。每一笔都做，不要怕错。好，来，这个再对照一次。这个是到礼拜四，4月30号。这个四月三十，你告你背哪里不对？每一笔我讲过了，我每一笔正50到了就空它，负50到了就做多。那今天就没有。有负50，我们就做多，这样可以吗？撇出来就是这样子做，正50就给它看，负50就给它多。然后我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，你可能参加很多业者，我也没有要批评其他业者啦。他明明手上就空手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告诉你，我们留只要涨就告诉你留仓多单大赚，只要跌就告诉你留仓空单大赢。他就说：“我们不是有一个什么乱七八糟指标吗？那个指标哪里有出现买点？”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不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举例的哈，我能做的就是我每一笔都揭露。我举例哈，来各位请看，这是我们电脑版可以放大，就再大这一块就好，再大可以吗？好，这样可以。好，各位请看哦。我可不可以说我们电脑版这里有一笔多单，那隔天开盘大涨，哇，我们这个流仓多单这里呢赢了150，这里又赢150，哇，流仓多单大赢300点。我的立场，这个叫夸大不实，不要脸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批评任何业者，我只说我哪做这个事情了。除非我在三更半夜有发简讯给会员，现在循环指标多单进场，对不对？那么请留仓，你讲得清清楚楚就有，要讲得清，每一笔你有清楚告知进场，清楚告知出场，你可以说哦，我们这一笔我们的会员赢了多少？金融市场应该是要很严苛、很严谨的，就是我做，我有做就有做，我错就错，然后要每一笔都揭露。每一档都报告，就好像是我们在上个单元，我们不是做了当冲教学吗？如果今天我当冲的标的股在做教学，股票是我自己选的，我特别选那个画箭，不是画靶，我在射箭的，不是射箭在画靶的，在我的立场，这种就叫夸大不实，你知道吗？弓箭瞎出去啊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啊，原来在这里，在这里画个圆圈中。可以这么做的吗？所以我的教学都是，反正你看到什么就哪一档吧。那怎么样最公平？就看即时新闻了、啊。你几点起来？什么即时新闻告诉你？假设他告诉你2330台积电好了，你在台积电一看就知道它要涨到哪里，涨到367，最高看到3307啊，一看就知道啦、啊，因为他打单打在这里等你啊，他就打在这里等你。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叫不平衡啊，这只是打单啊，这够野啦。
他就是要他一定要攻305，然后会到306去关的鬼，然后最高矿有307，这一定的啦，你看就知道了。他们如果两边是几乎雷同的，当天台积电就不会动了，就从头停到尾。那这种代表他准备要打单了，要攻这个量，他会故意买给你看，左手买右手，你怎样没？你就看吧，我就跟你讲，事实就如此嘛。我看25年了，怎么有可能会错？所以没第一个，你面对金融市场，你说那问题是，川普不是说市场会走自己的路吗？对不对？啊，那从18000点就一路大涨，哎，一路大涨。台股从8500点一路大涨怎么办？每一笔都做啊，每一笔都做啊，怎么做？还是一样跟各位报告哈。来，第一个，照着 PSY 做。你说那为什么你刚刚有所谓的什么循环指标？哈，最简单哈，我跟各位报告哈，为什么会有循环，会有对冲？哦，因为很简单，因为 PSY 不管电脑版或手机版。我们是10分钟，就是每10分钟一根 K 棒。我举例哈，它这个每一根 K 棒出现的时间是10分钟。你现在事后用眼睛看很轻松吗？哦，就从4月22到4月29的每一笔交易，对不对？事后看，可是你如果在这个过程，这个过程，从4月23到4月27这么长一段期间哦，这里，请问？这一段过程有没有正负50？没有啊，所以呢，手机版的还好哦，而电脑版的很辛苦。为什么很辛苦？从下午3点呢，一直到凌晨5点，这个时间这么长 ，PSY 没有出现正负50，你便没得做，没得做，你还要坐在那里看你的电脑，会真的很辛苦。所以呢，因为有会员反映，他说。那我就一直等，那 PSY 不出现，我也不能做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像个就在那边坐着发呆吗？我说好，那这样子好了。所以呢，2个礼拜前，我们就另外开发了循环指标跟对冲指标。所谓的循环指标就是，它会出现一个箭头，它会出现箭头，出现箭头了就是买。举例啊，再有节箭头就是多。那你说什么时候走？它一定会有个中文字写平、哦、比方说这里多这里平，那你就要走了、哦、这里是不是多这里平，你就要走了，这里是不是多啊，多你就买啊，那等什么？等一个中文字写平，那你就走，按那起来不是不是200几点的这笔啊，这笔没嘛50点啊，这笔哦，这笔250，这笔买也250点，250，500，500加50，500，那不多出来的，这个叫循环指标。什么叫循环指标？循环指标一定是多头做多，那空头怎么办？空头就做空啊。什么时候会空头？不管。你的电脑板的下面有一个 PSY， 有一个 PSY 循环，有一个 PSY 对冲嘛。好，你先点 PSY。PSY 没有出场前，没有出场前，你就只做 PSY， 出场了空手了，点循环，循环做完了点对冲。好，我们看底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是不是对冲？是不是对冲？好，对冲，空平，空平，这里空，这里平，你说你要对哦。好，来，这个空，这个空。你可以电脑慢慢往上，往上看到这里，一起啦，可不可以一起看到？这个空，它是不是在这里平？是不是在这里做多？做多平仓完之后，你点对冲，对冲是不是叫你半空？就是我这笔底下买，买完了在这里买，在这里走，这里出场之后立刻半空，半空之后急跌，它有没有叫你平？平了之后在这里做多，你为什么这里做多？你看到是不是在这里多？那这里是不是一个多？
这个多是不是在这里平？这里平了之后是不是在这里空？绝对有嘛，平了之后是空嘛，空了之后在这里平嘛，平完了做多嘛，再平，再空，再平，再多啊，不是每一笔都赢。你静静慢慢看啊，我觉得你会有所得啦。这是电脑版的，那手机的版的部分比较单纯啊。怎么比较单纯？就是说，第一个手机版的部分，我每一笔国公击败哦，我每一笔我都有通知你。就是二月份以来啦，二月份以来每一笔手机版的部分，我都有通知你，不管进或出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做一样哈？你就每一笔都做吧。好，这个是礼拜，刚刚这个是礼拜三，没有错吧？啊，礼拜四没有进场点啊，这是礼拜二，这个是礼拜一。你说，那你这里只有从二七二四二啊？看底下，我有没有每一笔都揭露？我每一笔，然后每一笔我都有带你进场，每一笔我清清楚楚简讯进场，简讯出场，无论输跟赢，我觉得当一个从业人员这是该做的事。你说那下个礼拜到底该怎么办？台股这里来到10000亿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伊都未去，伊阁打工去，好来举例，你看嘛，我看他就不会涨啊，对不对？投资人一开始所有的分析师都告诉我们，这里会来打第二只脚啊，啊也没有打第二只脚，真的上来的分析师又告诉我，这个是个 V 型反转，真的是有毛病啊！你是谁看？我怎么在这么从业人员在干什么？那我要讲在那怎么办？两分钟后向您做警报。疫情期间，安分守己，按部就班，勤洗手，外出戴口罩，避免群聚感染。买便当要微波加热。PSY 祝福你，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加入固德投顾，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。立即拨打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疫情期间，安分守己，按部就班，勤洗手，外出戴口罩，避免群聚感染。买便当要微波加热。PSY 祝福你，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一样啦，金融市场无外乎啦就做到两件事就可以了啦。一个叫降低你的操作风险啦，然后你要守住你的获利绩效，用嘴说的大家都会晓啦，对不对？问题是怎么降低，怎么守住绩效。来举例，各位请看画面上你所看到是台北股市今年这个四月、三月、二月、一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没有错吧？今年是不是从12197崩到8500？从8500现在回到快11000了，现在972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落了啊？我变了啊！你爱打礼拜拢赢，打高位大胜啊！我怎么起来没有呢？啊，打礼拜拢赢，打高位用大胜，那你不是最大赢家？关键在于，哎，它行情不是这样子。一直跌跌跌跌跌到这里，也不是从这边一直涨涨涨涨到这里，它是崩跌，然后又涨，哎，那中间还一度，哎，要有打一几只脚，哪来的脚？根本也没脚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你就每个礼拜都赢不就好了？那请问你要怎么赢？
降低你的风险，守住你的绩效。我们的做法就是利用技术分析里面的领先指标。什么是领先指标？反转指标。反转指标叫 PSI， 当然很多啦，反转指标有 CCI， 有乖离，这些都叫反转指标。我们利用 PSI， PSI 我们的做法，正五十做空 B 这个点平，负五十做多 B 这个点多，然后什么时候走零？纵使从12197崩到8523又涨回，万一那出现上跳三空格局怎么办？那你就来吧。来，这是不是元旦1月1号？那元旦过后的第一天不就1月2号？1234567891011213，总共13笔交易，有没有每一笔都揭露？正五十半空零轴平仓，负五十做多零轴平仓，负五十做多零轴平仓，负五十做多零轴平仓，这笔的输，其他的每一笔都赢，12笔交易错一笔。请问你这样成功率敢不高兴？这一月嘛，啊，这是你当初的2月，2345678910111213，这是2月啊。当时我们还有5分PSI，对不对？看底下是不是10分PSI？10分PSI总共1234567881笔。正五十半空零轴平仓，负五十做多零轴平仓，全胜。好，看上面，我讲我负责，13笔全胜啊，没什么事，啊是输多几笔了，不然啊二月份啊那成功率干不高想？我不管你是5分的啦，我们手机版标准10分的，有没有90%的成功率啊？这到2月了，啊不是1月，不是2月，不是3月。3月了，进入3月，所以往前看算出来总共18连胜，对，3月底跳开给你好不好？3月底你往前算，3月27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9，看底下，9 8 7 6 5 4 3 2 1，我有每一笔给你揭露无啦？不是，有没有揭露每一笔啦？不是，我就已经做到揭露每一笔，不是像一些乱七八糟的，也没有单乱七八糟，上面早上一开盘发简讯。多单获利300点，神经病啊！那你就算了，那种简讯以后就不要看了。赢10点，出一半，然后出完一半就忘记了，然后那个一半可以永远一直出一半。我只知道揭露每一笔，是不是到三月了？三月是不是来到这里了？那是不是就4月？四月，四月，来，我有没有每一笔，每一笔，每一笔，每一笔一笔一笔算给你听？有无啦？我逐笔给你算无？这一笔，这个加这个这一笔，这笔输，那这一笔输，我特别讲，我电视上节目中也讲哦，我不是只写在研究报告。这一笔呢没有负五十，但是我有带会员做，我该下给你负一百，好不好？啊，叫我挣一百不？啊，叫我挣一百不？啊，叫我挣一百不？啊，叫我挣35不？
啊，这有挣200无？啊，你无挣460，啊，加含慢慢也250，而不是每一笔交易吗？我的看法就是每一笔都做 ，PSI 照着做，已经讲了2年4个月，唯一的差异在于今年的2月12号以前，给你哈，我们是做5分钟 PSI。那从2月12号以后，我们是做10分钟，就是说，不管是手机版本的，你看哦，啊有了，好来，正50你就要空，好来来来有了，记住哈、哦，等一下看到正50啊就空单进场，好不好？啊等一下哈、哦、要看到，那就照着做，每一笔都做，不要怕，怎么做都会赢。那欢迎各位，如果说对我们的系统想进一步了解的，要可以利用这个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可以询问我们的服务人员，每一笔都做。手机版的部分，每一天每一笔只要有正50或负50，我一定都会发简讯通知你进场，正50，零轴平仓，平仓点会再发一次，负50进场，零轴平仓就照着做。节目最后祝福所有朋友在。未来的每一天，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